Yes, Mr. Chang, yes, I know. But there's really nothing much I can do. Okay, I'll try to find you a table. But Chef Daniel said that this year, he will only cook for 5 tables. Yeah. Oh no, I'm sorry, I can't. Because all the customers, they have booked their table 1 year in advance. And this year, we are hosting the Minister of Culture and his family. Hi, Ms. Feng. Ms. Feng, we are waiting to interview. Yeah, that's why. Vicky! What? I've had it! Sorry? Mr. Chang, please don't cry. It's just a reunion dinner. I'm sorry, I really cannot. Yeah. Miss Feng, can you please don't cry? We are waiting to interview. Excuse me. Okay. Okay, I tell you what. I think I will talk to my boss and see what I can do about it, yeah? Anyway, it's Chinese New Year. It's a time of celebration, prosperity, and happiness. So I'm sure you'll be in good mood. Yeah, I'll call you back. Bye. 有冇搞錯? What? Xin Bakery, you also don't understand? What? You just have to follow my instruction. Just do whatever you need to do. Simple. Okay, listen. I can't work like this, okay? I can't work like this. If it's gonna be like this, I quit. Are you happy? Quicker? I quit. Quicker back to America, huh? I'm from Belgium. I don't care. Just back to America. You are terminated, are they? Hey, boss, 今天做什么?讲这么多话吗? 那等一下要上电视 interview 吗? 什么态度啊? 什么态度啊? 你怎么老是用这种态度跟员工说话? 我的师傅呢是法国的名厨师，叫做皮耶雷修来的。他曾经跟我说过呢，西双非非富，其实都不瓜。我不知道什么不瓜。我也不知道啊。现在是年初七啊，你把两个人都炒了，你叫我去哪里请人，师傅？ 如果你请到好的帮手呢，我就被朝他们摇移了，是不是啊？Excuse me啦。 好了好了，电视台的人已经等了很久了，现场直播哎。你去跟他们讲啊，好的东西呢是要等的。好吧，那我就让他们等好了。哎呀，可怜就可怜你的粉丝已经等了很久了，他们的偶像还没出现。偶像。 偶像，走啦！哎 ，Mini， 那我不大喊了，你不要吵我，自己找东西就好啊。锁匙，还给你，反正我永远都不会再回来了。Happy New Year. Same to you. 你这样就让他走了。 他是这样的啦，每次发脾气呢，就要淋一下猪丑，找个小洗给我。下午他就来跟我拿了，然后就玩一的累啊，玩到明天早上的了。你们这拍戏啊？哈哈哈哈哈！哇，太好啊，哇，漂亮很多了哇！Thank you。哎，那边呢？哎，拍戏叫我嘞，我要拿金马奖啊！你慢慢想啦，金马奖他们要找嘞，是新加坡区名的锤师，求我很久了，我答应他，随便啊。你是好人喽。哎，来，Daniel地黄鱼生，哇，一看就知道了哈，是几个立下的喽。里面的鲍鱼啊，是 Australia 过来的，8个头啊，吃了鲍鱼中马票啊。真的啊，谢谢你哦。还有啊，旁边那个蛤蜊啊，啊，我是特别为你做的，8个不同的调味料我跟你做的蛤蜊啊。蛤蜊？不是蛤蜊啦，是蛤蜊。OK，never mind。还有，结果医生呢，我是选好的时间做的，今天早上的8:08，全部都是8，你吃了一定会发的。哇，8888，好啊好啊，8888，你的 bill 也是很多8哦。你吃了没有发了，你来找我了。388，贵嘞。哪里会贵，好料啊。请问一下，里面哪一个比较贵啊？ 哎，当然是那个 Australia 进口的8头的鲍鱼啊。8头跟一个头啊，有什么差别呢？一个头呢，你吃了呢是绵绵的啦，8个头呢也好爽啊，好像春金咁啊。这是猪肝就可以了吗？春肝不会吞啊。啊，对哦。<笑>其实我跟你说啊，我自己有带一罐 abalone 来哈，吃起来也是很像猪肝嘛。这罐呢哈，就是来自马拉加的 golden abalone 呢，吃起来也是很像猪肝的。马拉加有 abalone 吗？马拉加不可以有鲍鱼咩？二八八了，二八八了哈。
还是贵嘞。哪里会贵了？那个嘎嘎嘛是我的心血做的了吧？八个不同的调味料啊，侯爷来个。那个嘎嘎就不要让你给你的顾客了，再便宜一点行吗？不可以的啦，如果要便宜的话，你需不需要我拿那个鱼生的放去大海玩宝啊？可以没？你说呢？当然不可以啦，医生拿掉都是在塞肋了，我这过年怎么可以吃塞肋呢？那你跟我说了你个 budget 多少？88可以吗？88你个喊都88啦，88我早就知道了，所以我带自己的号来了，你看3年前的没有丢掉啊，现在派上用场了哦。哎呀，是的啦是的啦，88就88啦，我个报应给他啦，啊，拿去了。哎呀，真是啊，你真是。 Hi Mr. Cole, we're ready for your interview。OK 等啊等啊，你慢慢等啊。菲菲啊，菲菲，麻烦你快一点哈，我在赶巴士哈，谢谢哈。Reunion dinner is about being together lah and celebrating with your family, and it's also about fantastic beginning and making amazing start lah。快啦！哎呦，姐，担心一下，担心你忘记买。哎，快点，快点，巴士要走了，快点，快点。哪里会忘记买？早上一睁开眼睛哈，就一直问了，吃饭也问，大便也问，做梦也问。哎，我的 Fordy 你有买吗？啊，记得买哈。啊，你是不会明白的啦。把它说好好。你哦，每次新年哦都买同一对字哦，买了20几年呐，一次都没有中。要是这么容易中的话，新加坡政府就不会做这个生意了。你们这些安迪哦，就是这样奇怪的咯。嗯，明知道不这么容易中哦，嗯，还是去买，心甘情愿捐钱给政府啊。我心甘情愿捐钱给政府，然后跟政府买一个希望，这个希望呢会保住我的心，贯彻我的全身，嗯，然后就开采了咯。对呀，啊，然后就没有中了咯，然后就假赛了。谁跟你说没有中啊？有中哦，中有中哦，中红单，中3万。中风湿就是没有中马票。你嘴巴很坏了，我跟你说啊，买马票中不中奖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在期待的那个过程是美丽的咯。嗯，马队啊，现在好，最美丽的事情就是你一个人去吉隆坡，我一个人回家睡觉，可以吗？你说嘞？我说可以啦。可以哈，可以啊。You mother thank you, keep on me。 回家，拜拜马队啊，你到了 KL call 我啊，记得啊，不要上错班。甘愿了咯，跟你去你甘愿了。你逼得了我的人去，你逼不了我的心。又拜托啊，只是去吃个团圆饭，也搞得那么严重这样哦。看这张照片啊，等一下你就有心聊了。那你这个被这人自己搞胃下的咯。哎呦，不好意思哦，这个胃是我的胃，你从这边以后的都是你的。哈哈哈，新年快乐，恭喜发财啊。谁来的？从小跟你一起玩玛莎的，你忘记了没？干姨妈的女儿啊！干姨妈，干那赛就有。你给我照片做么？嘴巴很坏咯你！人家也是还没有结婚啊，等着你啊！你不是要我去相亲吧？是啊，妈的，这种事情我自己处理就好啦。我给你处理33年了，你到现在还一个人懂懂你的不？妈的，缘分这种东西啊，可遇不可求，不是我不要，我要不到。新加坡有500万人口哦，扣掉一半男的，还剩下250万个女人，你为什么找不到呢？当然找不到了。为什么找不到？你看啊，34岁以上的我不能要。为什么？因为他们的 engine 会比我的 engine 先坏掉。20岁以下的呢，我也不能要，因为我的 engine 会比他们的先坏掉。还剩下那堆人哦，一半呢已经结婚了，一半呢已经有男朋友了，一半呢是同性恋，扣到那些丑的啦，啊，本来不想结婚的啦，剩下那几个我走来走去又遇不到，所以这是我的问题咩？这不是你的问题咯，是你妈我的问题咯。我就知道了你在新加坡呢已经没有 market 了，所以没有办法了，我们只好到马来西亚去开发新的市场啊。你吃什么？晕车药。晕车药，晕车。这个是晕车药啊。我这个是什么？我怎么知道是你吃的嘛？哎，糟糕了！哎呦，这个是我的安眠药，你怎么？马德，我吃了3颗哦。是3颗？差不多可以自杀了咯。哎呦我的天哪，吃3颗！哎呦，这个 driver 怎么开车？他以为在开赛车咩？阿明，阿明，你醒醒！阿明，你 OK 吗？阿明，怎么你这边？阿明，阿明，没有你 OK 吗？阿明，
妹，你醒醒，阿妹。Are you sure? I'm very sure. You don't believe you can check. 妹，你 OK 吗？妹，你醒醒，妹，你醒醒，妹，妹，妹啊，妹，妹，妹，你醒醒，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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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啊，妹，妹。Andy. 妹啊 ，Yes. Can I see your ticket? Why?This girl has a ticket for your seat. No, this is my seat. My son bought a ticket for me. Okay, then show me your ticket then. Ticket, ah? Ticket with my son. Hey, Ming, ah, ticket, ticket. Ming, ticket, ah, 차票도나요 Ming, Ming, Ming. Sorry, ah, my son just now, ah, accidentally took the three sleeping pills. And he cannot wake up. I'm so worried, you know. Hey, Auntie, Auntie. Very convenient, ah. Your son took three sleeping pills. Yes. Now cannot wake up. Yes. And now you don't have ticket. Yes.You think I love you, is it? You can see my son cannot wake up now. I'm so worried, you know. Auntie, you hear or not? The bus sounding behind me. I know. You 不要妨碍大家的时间，巴士要开心了 ，OK， 好不好？哎，恭喜发财，万事如意，大地回春。哎，我们要回去过年了，你家好久没坐位子，你让给小妹妹坐好吗？哎，我儿子那边 ，My son， 哎，你不在，你在这里，你不要打我，你不要拉我，你赶紧，哦，哎，哦。啊！那边有什么鬼东西？啊！你杀人的！哎呀，不弄了！哎呀，不 ！Sorry！ 不不 ！Sorry！ 哎，英姐 ！Sorry！ 那 call police 啊！哎，不弄了！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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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y， 李贤平回来了哈，一路很辛苦了哈。不会啦，来里面去，里面去。妈，你回来了，新哥，这么快的，我还以为在家里抹干净了，等你们回来。新加坡坐飞机回来只要45分钟，你这么一个人打扫，你请妈要回来翘脚啊？玛利亚，啊，玛利亚，玛利亚，你妈呢？上个礼拜把玛利亚炒了鱿鱼。喂，为什么？是她偷我的钱，被我发现的。你不要这样讲话。原本的情形是我们家里没有米，你给她钱，叫她去买米的。那什么？你就是讲错了，做错了，你都不知道。啊，整天就是自己没有错。你去了。你妈哦，现在已经越老了，就越糟糕了，变成小杂货了。喂，又讲我小杂货了，系咪？谂住我。哎，那边坐，我拿水给你们喝啊。谢谢吧，谢谢吧。哇 ，Your house is so nicely decorated. Oh my goodness. 他们把我们的照片放在客厅。哎呀，我跟他们讲过了，老人家他们高兴吗？已经很好了。我妈原本哦要把我们的结婚照片哦雕成石像哦放在门外面的。很美吗？我先把行李拿上去啊。Why wouldn't you like a shop? I thought really read the arrangements. Why? Jamie 啊，哎，我想问你啊，你有没有带那个比较鲜艳一点的颜色的衣服啊？因为等一下我们吃团圆饭啊，你要穿吉利一点，知道吗？听到了吗？啊，板凳啊。团圆饭 ，You didn't tell them.我们可以吃完团圆饭之后，我再赶去机场了嘞。不过 the flight departs at 10, we have to be the airport at least 2 hours before that。马来西亚不用2个小时的啦，7点吃晚餐，4个小时到8点、9点到机场，还有1个小时 check in。And how do you plan to tell them during dinner? Just stand up and say, 啊，大家好，新年快乐，对不起，我们要走了，拜拜。OK 啦，有时间的啦，我会跟他们讲的。OK， 你知道我爸妈的啦。我知道。Dear， 巴厘岛哦，是我们黑鹰抽奖抽到的，什么时候去都可以的吗？巴厘岛又不会沉。可是过年哦，一年只有一次嘞。新年啊，到处都是人，所以趁现在度假是最好的。我知道，可是吃团圆饭哦，是我们家的传统嘞。我知道你们家不一样，可是，在我们家哦，过去30年哦，团圆饭我都没有缺席的。对我本人稍微孤单。他们到底要过多少张啊？很美吗？Yes, Minister. Yes, my restaurant manager already told me you and your family's dinner tonight. I made sure your dinner is fantabulous. Ah,
I don't have this 南瓜西洋菜白骨汤 anymore. 嗯。But I create you a new dish, which is I learned in French called coquille Saint-Jacques. Ça va? Yes. H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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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Minister. Oh, no, I'm not shouting at you. Oh, really, I'm not shouting at you. Can you give me 5 minutes? I call you back. Oh, thank you, 多謝。搞錯啊。人呢？人全部跑去哪里啊？回家了，回家过年了。回家过，他们炒我鱿鱼啊？他们说，与其被你炒鱿鱼，不如他们先炒你鱿鱼。其实他们真的从来没有人可以炒我鱿鱼，只有我炒人家的鱿鱼的。哎，油水晶很贵的。你为什么被阻止他们呢？他们拿着刀说要炒你鱿鱼，你说我能阻止他们吗？等一下，我有50个人要来吃饭。我刚刚跟部长来通过电话，我还答应他要煮那个 coquille Saint-Jacques 哇！我剩下10个钟头，你叫我一个人怎么做呢？你讲啊，你跟我想办法啊。我，小姐，你是我请来的 restaurant manager 来的，不是请你来这里吃饭的。你要帮我解决问题的。怎么样解决啊？不用我教你啊吗？请人啊吗？大年除夕啊，去哪里请人啊？那。你的问题呢不是我的问题了，我的问题呢是你的问题了，你一定要帮我解决这个问题了。我不管了，你叫你的阿妈啦、三叔公啊、姨妈姑姐来了。总而言之呢，等一下我回来的时候呢，一定要看到有人在这里走耶。激到啊！神经病哦！刚才他吞了3粒安眠药，我怕他有事情。阿妹，阿妹，你很不开心嘛？吃那么多安眠药？啊不，他很开心的。我只是叫他去 KL 吃团圆饭，他不小心就吃了安眠药。哎呦，阿妹啊，你醒醒啊！你不要吓我啊嘛！吃团圆饭他都不要，疯了！疯油，你的脸油啊！May I know where is Feng Yu? Feng Yu? He's on leave today. Leave? Yeah. No. Medicated eye. Oh, okay. It's over that side. Thank you. Hey, Bang. Sorry, ini ya sudah habis. Do you think I can have this bottle? Sorry, Auntie. I need this for my passenger. I need this for my son. My passenger got food poisoning, you know? Not feeling well, throwing up. But your passenger at least can throw up. But my son eats salad medicine. Up here, block. Tak boleh buka. I think my passenger worse. My passenger, food poisoning, throwing up. Later, he will throw down there. You know, like diarrhea. But my son is dying. Diarrhea and dying, which one is worse?
Please, please, please. Diarrhea. Huh? Dying. Okay, thank you. But diarrhea also can die, what? Yo, auntie, why are you so difficult? One bottle cannot finish right. Huh? Why don't you two share? Please, excuse me. Ayyo. Hey, yeah, yeah. Share. I tell you, you let me use first, okay? Because your son is dying. Correct. So I first, you pay first, I go first. Okay. And, no. Bye. I go and pay. Got you. He really just cared about his mommy. This is Mindy. Leave a message or don't. It's up to you. Now, Mindy, 你再不接电话咧，我就割掉你的电话线啦。我系认真嘅，我同佢讲啊。你看什么？很好笑咩？ 是你说的吗？叫我姨妈姑在三叔公里吗？现在全部都到了吗？米酒，米酒，来喝的，来啦，红酒可以喝，还有什么？那 Milly， 你再不接电话呢，我就割掉你的电话线了。我系认真嘅，我同你讲啊。 妈要介绍你给安哥们认识。这是我新进门的媳妇啊，她在新加坡，拜拜喽。她做那个培金师啊。Hello，安哥。他不是我舅舅，他是我舅公。他们才是我舅舅，我二舅舅跟三舅舅。我舅公呢，很晚才结婚，晚年得子。Evans，我可以call智媳妇。 Hello， 智媳妇。Hello，Uncle，Athens，Harbin。我们是在那边把他们做出来的，所以 we name them after the cities 咯。I always tell him 啊 ，lucky we didn't make them in Bali 啊 ，you know 啊 ，my husband's surname is Peng， you know，then they will become Bali Peng。好啦，哎，你去厨房帮我，要不然今晚没有东西吃啊。面。 代表长寿，鱼代表年年有余，发财代表恭喜发财，青菜代表青春永驻，虾代表哈哈大笑。好了，现在呢，我要准备我的家传的酱料，趁他们还没有来之前，赶快准备好，要不然啊，他们会偷吃的。尤其你的干姨婆，她最鸡婆了。好了，不要讲她了，你去准备八虾啦。 扒全部的虾，不然扒一只啊。慢慢扒啦，我去准备酱料啊。嗯。
我上辈子哦，一定是做错事哦，这辈子会当你的儿子。其实我觉得你的脸红红的，仅 match Chinese New Year 咯。哎，你还在伤心啊？跟男人有关系嘞？我一眼就看出来了，男女之间哦，永远都是麻里麻烦的。我的 mother 啊！ 还要我结婚啊，把麻里麻烦光明正大娶回家，然后请几十桌的亲朋戚友敲锣打鼓放鞭炮来见证。哎，我把麻烦娶回家了，恭喜我啊，给我红包啊！芬妮也是有很多 happy moment 哦。你看啊，牙齿长得歪歪，所以讲出来的话全部都歪歪的，不要听他胡说八道。哼，其实他有给过你快乐吗？有啊。 他给过我很多快乐，听到没有？很多快乐，很多哦。久久见一次面嘛，快乐咯。没有啊，我们每天都有见面啊。嗯，一开始是这样的吗？哎，你嘴巴很坏咯，就讲坏的东西咯。不要管他，其实我觉得很 sweet 咯，他一定很关心你咯。有啊，他很关心我，也很疼我。嗯。 他几岁啊？他45。像你几岁？我18了。<笑>老牛吃嫩草。<笑>不好笑咯，好笑咩？这么多新的词汇，你不可以用新的哈、啊？像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咯。At least something 啊。他是我爸爸啦。 等一下，爸爸说，你知道，你下次讲清楚点好不好？你一开始就讲，我一眼就看得出来，我还以为你一早就知道我跟我爸爸的问题。那你跟你爸爸的问题怎么样？每一年我要跟他一起吃团圆饭，他都说他没有时间。既然他没有时间，我就是可以要找我妈妈陪我吃咯。 老了，老花眼了。以前我看什么都清清楚楚，现在连看报纸都有问题。<笑>那现在我把个别的数目念出来，你就把钞票塞进去啊。什么个别数目？不是全部都包8块马币吗？哎呦，你小时候收他们多少红包，我都有记下来的。那么现在不是照这个数目就还给他们哦？啊。 什么？这是我们家的传统，你已经结婚了，应该知道的。所以我说，你和杰米早一点生个孩子，就可以把红包收回来啊。哎，你爸好了，这样可以吗？ 阴公咯，大虾变虾米。<笑>你们新加坡没有火锅吃的、啊？我的家不一样，我们是新年的时候就会出国 holiday， 我家人很多都不在新加坡，都在 overseas， 所以我们是等每个人在新加坡的时候才一起吃的，不用等到 Chinese New Year。 也对啦，平时也是可以一起吃饭，但是除夕夜嘛。 就像圣诞节，平时不能送礼物，要圣诞节才可以送咩？但是呢，圣诞节送礼物就是意义不一样吗？哎，哈喽，你去散咗没？我去打电话，你慢慢办啊。哎，那个地我刚刚抹好，很滑的，你自己小心啊。小心啊。 Can I help you cook? I think it's okay. 三婶的女儿，红包一个，8 ringgit. Okay. 小姨的3个孩子，3个红包，每一个红包1 ringgit. 1 ringgit. 现在你给我们包红包，包马币1块的。嗯，你的小姨咯。30年前你刚出世的时候，你小姨是包1 ringgit红包给你。30年后今天。 他也是包1 ringgit红包给你，嗯，照给喽。给喽。哎，你怎么老是看着手表？
赶着去哪里？新买的手表吗？好看看到几眼咯。真的？不是，妈妈呢？应该在楼上吧。不用紧。我跟你说啊，我妈还有三叔公他们的厨艺真的很不错的。以前呢，他们可是跟我爷爷学过厨艺的哦。想当年我爷爷在香港可是鼎鼎大名的厨师哦。那你爷爷有没有到法国去留学啊？他会不会煮 cookies jack swan？ 是啦，你最厉害。哎，你有没有打电话给他？没有啊。你女儿啊？打给他做什么啊？他都不知道在搞什么东西。从小到大，他要什么东西，我就买什么东西给他。他给我什么东西啊？给我脸色看啊！看是谁啊？我警告你哦，你可不要乱骂他们哦。如果他们跑的话，我可救不了你啊！知道啦。爸，有一件事情呢，我必须要和你跟妈讲。什么事？我是不是好消息啊？我现在年纪大啦，血压升高啦，要吃药才能够控制啦。医生告诉我，千万不要承受太大的打击和刺激。哦，哎，什么事？继续，你在做梦。我只喜欢吃巧克力。啊？什么事啊？什么事？哎呀！怎么样？怎么样？哎呀，归位了！我的祖传酱料啊！哎 ，Hello， 菲菲。DK 是你啊？啊，是是，哎啊 ，Chef Daniel 在吗？在，他现在有点小忙哎。Uncle 啊，我叫你去厨房啊，不是脚底按摩院啊。我知道，这样子啊，鸡才好吃吗？这个狗狗啊，你可以大力一点的嘛。这个鸡蛋不会通吗？哦。啊，肥仔啊，你切菜的方法好像不对哦。哎，我在瑞士呢，跟 Chef Christoph 学的嘞。我切菜的师傅呢是法国名师啊，叫做 Charles de Gaulle 啦。Charles de Gaulle？ 系啊。哎，那个是法国的总统哎。他就是叫我切完菜之后才去做总统的嘛。嗯，走啦！啊，阿叔，你有没有洗手的？有啊，我有洗手啊。你哪里洗啊？就这边吗？这边洗。哦，换一个啦。啊，麻烦了，麻烦了。啊，安迪，等阵，你煮乜嘢啊？猪肉汤啊。你煮猪肉汤啊？是啊。这个猪肉要等这个水滚了，你才要放下去的嘛，而家不给放的嘛。哎呀，阿 boy， 煮猪肉汤哦，这个猪肉要先放汤才会有味道。安吉啊，我煮汤的方法是受到德国和法国的厨师认同的。你会不会煮 cooking and just swan？ 啊，你什么计我是唔知啦，但是我若煮汤哦，后港有名声，新港上出名，人来饮我的汤哦，碗都要吞落去咧。法国名厨师咧 James Chausson 讲过的，你要把鸡肉咧最后才下，才不会失去它的原汁原味啊。新加坡一个大厨师啊，就是阮老母讲的啊，煮汤哦，这肉都要先放落去，热汤才会甜。法国的名厨师咧 ，Terry Henry 也讲过啦。Terry Henry 小，Henry 踢球的咧，你咪想讲我唔知咧，阿婆安迪哥嘛是有发球的 ，Henry 这阵啊在巴塞罗那对不？孩子气死了！你们一个两个 fantabulous 对牛弹琴了，真是了！你们要在这我的厨房挤东西了，你们一定要看着我的方法，你们不要喜喜欢欢随便要挤怎么挤就怎么挤，你们会挤了就留下来在这里听我的话，我叫你怎么挤你们就怎么挤了，你们喜欢挤你们的方法，我的顾客怎么吃我的东西呢？你们不要挤的话就走了。
啊，走啊！走，走啦，走啦，走啦！哎呀，无聊，真系激到啊！哎呀，走啦，快点走啦！哎，走，帮我也这样啊！喂，我最想去美国啊，不是在巴塞罗那，你 update 下啦。三叔公，妈，怎么事啊？你的老板啊，又好恋又自大，又没有礼貌，对我们又不尊敬。他的人是这样的，你们不要理他，我求求你。菲菲，你是我女儿啊，我当然想帮你咯。可是啊，他们……哎呀，不要讲这样多了啦，走了，走了啊！哎，菲呀，你也吃吃算的了。妈，我明白。我等你来搞了吧，行了啦。那我走了。其实哦。你来做我妈妈女儿哦，我来当你爸爸儿子就对了。你爸没空吃团圆饭，我也没空吃团圆饭。你那么喜欢吃团圆饭，我妈哦就是为了吃团圆饭才活着的。你们两个一起哦，一定大大团圆，圆圆胖胖啊。痛啊！先打哈你啊！痛！什么卡？哦。是上次我妈寄给我的生日卡，上面有她的地址，不知道她有没有在家。哎，我们几点到 KL 啊？应该4点就会到了吧，除非哦有什么意外发生，或者是司机有问题。你真是乌鸦嘴啊！从买票都没有这样子呢，车忽然间慢下来了哦，你看。你看，惨喽。What happened? 哎呀，I got doctor on the bus now. Doctor, any doctor? Doctor on the bus? Excuse me? What happened, huh? The bus driver cannot drive anymore. He's feeling dizzy going around like that because of the bump on his head just now. No thanks to you, la lady. Yo, kadavale. Hey, you no driver. How, la? Let's take him out, take him out. Okay. 你啊嘛，还有那些三叔公啊。没有一个会做菜的，叫新会做菜啊，都见不得人啊！还说什么是名厨哦，讲两句就走了，我是油药厨才讲他们的嘛！你站在这里做什么的？帮我找帮手啦！你这么厉害，你自己去找，我不管了。喂，喂，喂，气死！你们两个，你看哦，在家里不。爸，你在什么？你没有眼睛啊！我在抹地啊。早上抹不是抹过了吗？厨房脏了不必抹吧？厨房脏了，你干嘛在客厅抹地？哎呀，除夕嘛，抹了厨房就顺便再抹一次了哦。真搞不懂你们在想什么。哎呀，大扫除啊，就是要清洁整间房子，抹了厨房也要四处再扫一遍。要不然啊，这些煤气会传播到整间屋子的，这是传统，记得啊。是传统。哎，喂喂，干什么？我妈比较快。哎呀，这30年来，你那个房间你自己从来都没有打扫过，今天你要打扫整间了。哎，好啊，你处理吧。你这是抹地啊？啊？哪有这样抹的 ？Billy， 我知道你在马来西亚，我是不会再打电话给你。你最好现在打电话给我，如果你还当我去你的楼上，要不然呢，我不只是挂掉你的电话，我还会挂掉你的 pocket money 啊。
烦不烦啊你？ Bus 坏了，天气这么热，你还叮叮当当。你厉害啊，你开 aircon 给我了，弄 bus 会走了你哈。讨厌这个 bus。你很喜欢吃你妈？报仇吗？她折磨了我三十几年了，我还不报仇啊？你妈很关心你的嘛，特地带你去 KL 相亲哎。这边，像你们这样摸来摸去的话，那也来得及准备团圆饭，来不及吃团圆饭的话，哎，我就怎么样？我来了，来了，来了。应该是你干阿姨来了啊！你来了，怕塞车，早点出门呐、啊。你女儿呢？啊，对，刚刚。上早来着么？今年特别嘛，她有两个双胞胎女儿从美国回来哎。就多两个人的姨妈有什么特别？你还记得大姨妈的儿子阿明吗？她要介绍她的女儿给阿明认识啊。哦，恭喜阿明了，还好结婚了。讲什么啦你？哎，好啊，好啊。You want good news or bad news? Good news first. Well, the driver already called the company and they're going to send a replacement driver immediately. Wow, yes. Good, great. Okay, thank you. And the bad news, there's a huge jam on the highway. It will take the driver at least 1 to 2 hours to get here. Oh, yeah. 那么我们怎样回去吃团圆饭啊？哎呀，等等，哎呦，看到没有？阿明，阿明，阿明，哎，我跟你说，我跟你说啊，来来来，我做什么？这是一个残酷的事实了，不过我们要勇敢的面对哦。要两个小时之后呢，才有那个 bus driver 来开车啦。两个小时之后，我们的余生就会变成咸鱼了。所以我们要想个办法。那你要怎样？想办法啦！我们要赶快离开这里啦。妈的，这个地方哦，鸟不生蛋，狗不放屁，这样糟。我跟你讲，阿明，我养你到三十多岁了，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可以搓一下功夫给我看一下吗？啊，你不要给我感觉到你是 JLB 咯。什么是 JLB？ 假撩逼呀！假撩逼，假撩逼，出功夫啊！出，给出给你看。Taxi，Taxi， 快点滚出来！我的妈的，需要你。OK 吗？这样很幽默啊，很幽默啊。Hey，Taxi，Taxi，Taxi， 真的。哦，你几厉害一下，看你这个乌鸦嘴，你真的出功夫了啊！快点，快点！票都没有这么准哦！什么中马票？我跟那个司机有深仇大恨，他不要载我了。什么深仇大恨？因为那个风油啊，他发疯了。什么风油发疯了？啊，这个故事很长，要讲的话三天三夜讲不完了。做错事情，勇敢认错，才是正确的，对吗？You got it, sir. Go.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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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对对对对 ，I my son， 哎哎 ，I'm not going to take her. You know why? Because you're a cheat. I don't like cheats. Please get out. 阿明，快点去车里面拿东西。I said get out. 东西都塞车里，快点去啊 ！Lady， I'm going to give you until three. It's not I'm going to drag you out. This Isang must reach KL. I don't care. Okay. Please don't do that. One. Please lah. Two. Please. Please don't. Two and a half. Because you remind me a little bit like my mother. P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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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ease don't. Okay. Three.Please, don't, p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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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ease
离开这辆车。我拿的错边了。他在做什么 ？Excuse me, ma'am. Are you okay? Are you okay? No, okay. I am a trained paramedic. I am here to assist you. I will be touching you, but in no way will it be sexual. Okay, this is a heart attack patient, everybody. Clear. 3, 2, 1. This one, if you feel pain, you just press for yourself. Okay. 你看什么？到前面。I could have killed you, you know, Auntie. One more reason I shouldn't take you in my taxi. Crazy.Yeah, hello. Oh, hi sayang. Hi. Ni abang nak balik lah ni. Kejap lagi ya. Ni, abang nak campak dulu penumpang ni kat mana-mana. Yeah. Okay. Sayang. Boleh cakap dengan baby kejap? Hi baby. Hello. Papa balik nanti, okay? Bila nak keluar? Nanti Papa balik, okey? Bye. Okey, sayang. Abu. You're very cute. My wife, she's pregnant. Anytime the baby can come out now. First baby? Yeah, my first baby. We've been trying quite hard lah for long. Hey! Don't try and change the subject, huh? Oh, I'm still angry though. I'm going to put you down at the next rest stop. Huh? Then you can bother some other stupid idiot taxi driver. How far is the next rest stop? 妈的，神经病啊！他丢我们在休息站，你要去休息站？不是啊，我肚子不舒服啊，我看已经来到 custom 了。What's going on? Man, last time I ask you, dying and diarrhea, which one is worse, right? Diarrhea is worse. Can you please drive me faster? I think I'm out cross way. Very soon custom, and then the thing will come out already. I cannot dance already. 哎呦，妈的，为什么每天都要棒晒的 ？No wonder my taxi smell like durian. You pushing, pushing. Yeah. Coming already. Faster, custom.三天都出不来，铜电就全部出来了。可是他发现用电铜搭电，没有搭电纸。Oh yeah， 噔噔噔噔噔，The second alternative。中马票都没有这样准哦，白美的，请问外面有没有人啊？有的话请出声，没有的话不用出声。Hello， 你要不要去厕所？妹，快来救嘛！不要。什么？我们真心的，真的找不到人。手机弄丢。
只有这张纸而已。马票哦 ，Carol， 你哦，二十多年来你都没有中过马票哦。中头奖嘞！喂，喂喂 ，First prize！ 马大，马大，马大，中马票都没有这样准嘞，这次真的中马票了嘞！我不要跟你说话，我很气你哦。为什么我中奖还不要跟我讲话？我问你，刚才我在水深火热的时候，你在哪里？每次我在紧张的时候需要你的时候，你就不在。你知道我刚才在里面有多……你不要跟我讲彩票不见了啊！你知道吗？刚才好紧张的时候，差一点把它拿去擦屁股，要不然的话，我就是把8000块拿去擦屁股就没有了了哦！天哪，感谢你！天哪，我中马票，我中马票了！我中马票了，中马票了！马德，这么你的袜子不建议变了。你阿妈呢？煮得汤啊，真的是 fantabulous 啊！那又怎么样？我想你帮我跟他们讲，说什么？跟他们说呢，其实啱啱在厨房里面呢，我真。安琪，你们是回来帮我的、啊？帮你的头 啊， 啊！我是回来讨回我那锅汤的。安迪，其实呢，我刚才对你们讲呢，真的是帮你就帮你啦，等你说一声对不起啊，你逃落山了咯。哎、欸，我跟你讲啊，我是比名我的查某囝，伊人是比名好我 ，OK？ 好啦，开工啦！哎、欸，对，我答应部长咧，煮的那个 cookies and jacks 哇咧，那个材料，刚才我生气的时候，全部倒掉了。哈！啊，那换字，啊，那没有材料煮什么？是哦。妈，以前你们不是煮过八仙银吉银新春吗？对哦，嗯、是哦，哎，我们这里有8个人呢，刚刚好嘞。那我们就来一个八仙过海，各显厨艺了。哎，好，答不答啊？答，答得啦，答得啦。答，答就开工啦。谢谢你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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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啊，菲菲，这次呢真的是、嗯，穿看看吧，妈，
真的很对不起，刚才把你的厨房搞得乱七八糟，我等一下会收拾的。算啦，你爸爸在收拾啦，他算了一天的红包钱，也该让他运动运动了。我来帮你。很适合，也很合适。这是你的？这是我妈妈给我的。以前我穿起来的时候是刚刚好，现在啊，想要穿怎么也穿不了啊。可惜了，我又没有女儿。不过现在已经有了。You better go. Thank you. 去啊。What if my mom, she doesn't want to see me? 哎呦，你真的是极好笑一下的咯。她是你妈，她不会这样的。是咯。快点去啊。嗯，谢谢，谢谢。Take care. Go, go, 去呀，去去去去。怎么样？今晚啊，可以哦。那是不是他妈妈？应该是吧。不行啦，你们自己去吃吧。你怎么不进去啊？ OK。鞋子穿好了没有？穿好了。来。哎。好了。好啦。准备好了没有？好了，走了。走。来，上车，上车。来。Boyfriend。怎么了？问题？没问题。Sure, we just got here. So, let's go, please. Go. Go,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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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长六点半就到了，你们准备好了没有啊？其实呢，我还需要两个钟头啊，不然这样啊，哪个 minister 讲八点半才来，当不当啊？你开玩笑啊，这么认真。翠飞，来来来。什么？你最爱喝的汤。烫啊烫啊。这是小时候的汤。嗯。哇。嗯。你最喜欢的。妈妈，谢谢你。小心烫。哇，我最喜欢你煮的这个汤。我记得小时候我是整晚这样子喝下去的，喝两碗啊。
妹妹，打个电话给爸爸，你一个人在 KL， 爸爸很担心你。这么多年，你要什么东西呢？爸爸都会买给你，就是没有给你时间。每年的年初些，我都煮给很多人吃，就是没有煮给你吃。如果今年是不可能的。对不起 ，sorry。新娘子很旺的，你们抽的号码包开的，这也是你们家的传统啊？那是我的传统，新娘子要是处女的话，那更旺更好啊。处女，处女，嗯，过来帮我一下啊，可以吗 ？OK， 小心点啊，啊。好了，好，还有什么别的吗，爸？是没什么啦，只不过是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才要告诉我，你今晚要去巴厘岛啊？爸，你怎么知道的？哎呀，刚才我去房间拿你的护照，想帮你保管，看到你的机票。那一张机票是我们公司抽奖抽到的，我在想说，反正 Jamie 家里都没有吃团圆饭的习惯吗？等一下，我们吃一下团圆饭，一下子我们就赶去机场哦。来得及吗？这么来不及？你知道我们有很多亲戚从四面八方来的，你的大姨妈还特地从新加坡带来鱼生。要是你大姨妈他们都没到齐，你想，你妈会开这个晚餐吗？哎呀，他们往年都很准时的吗？而且大姨妈不是从早上十点半就从新加坡搭巴士来吗？差不多快到了吧。希望咯。哎，明弟啊，你有没有亲戚在 KL 啊？没有。朋友嘞？也没有。那怎么办哦？我不知道。今天早上我不想见到我爸爸，可是现在我很想跟他在一起。She wants to go back Singapore to see her father now. Maybe we can find you a place to stay for tonight. No, that's not a good idea. It's a Chinese New Year Eve. How can she alone in KL? So sad. You ask her to take aeroplane now. Aeroplane? Yeah, 1 hour only, ma, from KL to Singapore. Hey, actually.There's a flight leaving for Singapore in 2 hours' time. If we hurry, we can get there. But it's a Chinese New Year Eve. Traffic jam all over the place. Are you sure it can be in time? You think you're a race car driver? Auntie, I'm better than a race car driver. You? I am a taxi driver. Come, let's go. Come, Singapore. You are very brave. Coming here at last minute and hoping to get a seat on our flight.You see, sometimes you book no ticket, but you come here, magic of ticket. Sorry, auntie, not on our airline. Not on Chinese New Eve. But can you check for me? Any more ticket? Please? Any other time? Okay, I'll try, auntie. Huh?
Yeah, I have one ticket. Oh. First class ticket. Okay. Tomorrow morning. You want? Hey, tomorrow is too late lah. She has to go back tonight. Hey, 人家说没有 ticket 就没有 ticket 啦。对呀，你可以帮一下忙嘛哈。这个小妹妹哦，她家里有很重要的事情啊，今天晚上一定要回到家的嘛。你可以把这个 ticket 哦，让给她，Lisa，你就好心有好报帮忙她一下好吗？我也要回去过年啊，今天是除夕啊。啊，像啦。我这真的哦。弟，你要不要？你会讲华语啊？ 玩马来西亚吗？所以要不要？要，让给我哈，一个条件，一张 first class 的机票，明天的，怎么样 ？On， 可以，跟你换。妈的，我有 information 哦，我们现在身上没有钱了，你给什么人家？对哦，对呀，sorry 哈，我忘记我现在没有现金了，我回家再寄钱给你，可以吗 ？Auntie Karen 啊，没关系啦。 我知道你们尽力了，谢谢你啊！你要去哪里？哎，哎呀！哎，林弟，等一下，不要走，等一下。想个办法啊！ 我给你换，妈的！怎么会吓死我？神经病啊！8000块嘞！我知道8000块，可是他没有回去过年，我心里很不安，我一定要帮他的哦。对不起啊，这张呢哦是头奖的票根哦，刚刚开的是。 4273， 我买1大2小是8000块，波币啊，马币大概10000多块，你们不相信可以查一下啊！不要开玩笑啊！我没有开玩笑，是真的，你们查看看哦，8000块啊，1大2小8000块啊，我跟你换那个机票，马币10000多块啊！你们两个做么的，一直玩。 不要紧，小孩子是这样的了。妈，嗯，既然人都到齐了，我们可不可以先吃团圆饭？你大姨妈还没有来啊，要等她拿医生来吗？你打电话问她现在到哪里了啦？你这么赶就你打喽。我没有号码。哎呦，多等3-4分钟又不会死。啊，我们这样多人等一个人，我们可以先开始吃的吗？ 传统就是要等的，就是咯。你从小到大都是这样吃的吗？这个叫传统。传统是很重要的。传统，你们会不会嫌的？我们可不可以实际一点？20多个人等一个人，还要等他拿什么鱼生来？我们自己煮的饭菜不够咩？菜都凉了，我待会要跟 Jamie 赶到机场。 孩子，你要赶去机场，妈妈知道，因为爸爸已经跟我讲了。传统的目的呢，就是要一家人开开心心的在一起吃饭。如果你赶时间，你先去机场吧。嗯。那我们走吧。不会，反正是 free 的，不去也行。 不过 Chinese New Year 一年一次，你自己说的啊。你不是说一年到头都可以吃饭吗？不过 Chinese New Year 一次团圆饭意义不一样吗？哎，好，你们过来，帮忙把花开富贵，过来。对，花开富贵最重要，来，花开富贵最重要呀。所以呢。 谢谢你，谢谢，
安迪，谢谢你。你快点去吧，啊，要不然我的心越来越痛啊！等一下我反悔了哦，你就回不去了，哦。快去，快去。拜拜。好好，拜拜，拜拜，拜拜。拜。辛苦你了，这下我拿到钱，明天我一定会来。马特，嗯，人家走这样远了，你还在摇什么？我在跟我的马票说拜拜。你还讲马票？8000多块嘞。嗯，有跟你讲哦，你可以买一个飞机票哦，坐飞机到美国去哦，还有房间、有床、有游泳池睡觉。怎么？神经病啊！8000。Auntie, we have to go now. My wife want to run up. Baby want to come out. Baby want to come out. Okay. Baby want to come out. Come on, baby. Come on. 马特，跑快点！我最快了，我最快。欢迎你啊！但是这个保总呢，他是还没有来啦。哎，来了哦，讲了就来了，先。哎 ，Hi, Minister. Chef Daniel.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Oh, I didn't expect you to come and greet me personally. 啊，没有，因为你们来这里呢，我就觉得很光荣了。哎，对啊，你这个菜单呢，我有做小小的改变了。不过你放心啦，你们的食物呢是 fantabulous。Well, that's perfect. I heard you studied in France. Yes. My wife Grace just spent a year there. She just came back. O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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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i. Félicitations, le restaurant est fantastique.J'ai entendu parler de votre cuisine et remarquable, extraordinaire. Et personne parle français comme toi, Bibis Raja. On peut se tutoyer. Voilà, voilà. Voilà, voilà. O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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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i. 请坐了，请坐了，请坐了，乖乖，请坐了，请坐了。来来来来来，哎，这边呢，这边也可以坐了哈。你看到胖胖的机会跑得很 Q 哦，我们的快点的，我累啊，去吧去吧去吧。早知道坐巴士现在都到家了，早知道早知道早知道是神仙了喽。阿爸就是阿爸，阿就老爸，阿爸老爸。我到我的马上马上马上阿拉的那个，可别，我叫你那个别不然那个我啦，可别那个垃圾了啦。Kenapa? Tak tahan aku. Sabar. Semp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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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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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h, tak boleh. Abang tengah bawa kereta ni. Tak boleh. Tak boleh. Tak boleh.各位，今天的晚宴呢，有一个 fantabulous 的名句，就叫做“八仙圆寂迎新春”。八仙过海，各显其意，齐聚一堂。各位，请慢用。第一道菜呢，就是红鸳鸯头啊。第二道菜呢，
就是凤条鱼身，接下来就是五香凤果、盼龙剑肺、平步青云、包罗万象、五谷丰收，还有这一道是蛤蚱全圆。各位请慢用。I did it! Why are you so happy?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 drive, after I passed my license 15 years ago! First time! This is your test. Auntie,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we're even on the medicated oil. I forgot already. Congratulations, you're the father now. Congratulations. Thank you. 自己开心一下的咯，一天做两件好事哦，开心过中马票啊。怎么回啊？怎么回？怎么回？At night, very hard to get taxi here, and I'm going to be here for a while. So why don't you?Thanks, brother. Hey, but don't pick up any strange women, huh? Oh, that means I cannot take my mother. Except your mother, lah. Hey, 恭喜发财！恭喜发财！ Okay. Who drive? So I drive, lah. Why? Because I need to practice, ma. 给我多一杯卡斯伯。Brother. 哎，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几时才可以喝到你的喜酒啊？明年吧。真的是明年哦。当然。Cheers。哇，大家都在外头吃得那么开心，你却一个人在这里洗碗。喂，在想 Mindy 啊？他没有空回你吗？没有啊，打去他妈咪那边呢，又没有人接电话。也不知道他一个人在 KL 会怎么样，就不要担心啦。哎，他们在外面吃甜品啦，你应该准备去送客了。你是 restaurant 的 manager， 你去就好了嘛，对不对？哎呀 ，minister 部长啊，拜托，走啦。Chef Daniel, on behalf of my family, thank you for that wonderful dinner. We loved every bit of it. Congratulations to you. Actually, 咧，你们要感谢的不是我，是他们。花仙云集呢是他们想的，不是我。如果今天晚上没有他们的帮忙，你们也吃不到这么 fantabulous 的菜。安琪，你们呢真的是帮我很大的忙，我还对你没大没小，对不住啊。哎呀，冇事啦，冇事啦。你一大厨师帮我哋啲 care 咩嘢？你们才是真正的厨师。一样啦。They are the best. They are fantabulous.
好了，停这边可以，停这边可以。下车，下车，下车。哎呀，终于回到家了，几开心一下。妈的，你先下车，我去还 taxi。你讲什么啊？现在去还 taxi？ 妈的，你说过的吗？东西记得要还，对不对？对呀、啊。东西不能欠过年，对不对？对呀、啊。啊，对了咯。我们千辛万苦才来到这个家，你现在要讲走？你们搞错啊你哈？妈的，你从小这样教，我跟着这样做也错啊。你出来，出来，出来，出来！你到底要说什么？你说。嗯？妈的，我不要去相亲啊。我早就知道的，一眼就知道了的。哼，妈的，我不要去相亲啦 ，please，please，please 很烦哦你。好了，不要相亲，不要相亲了，赶快进去了。哈哈哈，妈的，你说的哈，从现在开始 ，whatever 你讲的就是 forever， 不会变的吗？很呐。confirm 吗？进去了，迟了，不用相亲了啊。走了，快点呐。真的啊，妈的，真的，真的啊，快点呐，迟到了了。没有相亲啊，韩娜，韩娜，啰嗦了你，快点呐。啊，什么？再多一下子。哎，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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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哎呀 ，sorry， 买不到医生跑去大海抓鱼啊。你好，大姐。等你等到我心痛，我还以为你不来嘞。我怎么会不来呢？我这个大姨妈每年都准准来，只有今年呢、啊、出了一点状况啊，迟了嘛。叫人呐、啊，叫人呐、啊！哎，乖乖姨妈，啊，就是他们呐、啊。对呀、啊，我的产品吗？哎呀，不好意思，那个时候请我来没空来哈、啊。没关系，没关系。一看就知道你们有夫妻相啊，两个真的是几登对一下的不。Karen 啊，我以为你儿子怕不敢来呢。什么不敢来？啊，什么？阿明啊，我女儿秀云啊，等到你一个下午了。妈的，你不是说跟我 confirm double confirm whatever forever 啊，没有相亲了的吗？而且我是跟你 confirm 吗？可是你没有跟他们 confirm 吗？阿明阿明，这么大了还麻的麻的。小云啊，从美国回来啊，她也有英文名字叫 Sandy Baby 啊，来看看。妈的，我都跟你讲了啦，女大十八变，她的 pattern 哦，十几年来都没有变呐、啊，所以你要我娶她，我也没变。什么？波本，哎呀，阿妹，你搞错了，这个人家已经 book 走了，没有你的份呐、啊。阿明啊 ，book 走了好 book。哎，我跟你介绍正牌的 Sandy， 来 ，Sandy， 哇！人家说女大十八变哦，是真的嘞。嗯，而且啊，这个不是小便哎，是大便。哎呀，什么大便小便？来，吃医生，吃医生来了，吃医生。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吃医生啊，吃医生。来来来，看看今天的医生。来呀来呀，吃医生啊，来呀来呀。今天的医生啊。Sekejap lagi saya datang balik, ya? Hai, sayang. Halo. Apa? Apa? Busuk makan petai. Halo. Halo. Tuan, 多亏三叔公二舅伯你们了。哎，没关系啦。哎呀，你们一定肚子饿了。哎，各位，吃饭啦，吃饭啦！来来来来来，好料嚟噶，好料嚟噶。一道菜呀，咁咸食冇？就是咯。不是，你听我讲，其实咧，人除夕咧，最重要是可以跟家人吃饭。
那吃什么呢并不重要了，是不是啊？对啦对啦对啦，来啦，吃啦吃啦吃啦，吃了包你们啊，发大财啊，新年快乐啊！过啦过啦，来吃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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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哎，来这里，哎，玩了，华人过年吃团圆饭，搂衣裳，重点不是在于吃。衣裳的大小不重要，多少也不需要计较，最重要的是全家人都可以健健康康的，开开心心的，欢欢乐乐的聚在一起。各位朋友，马上就要过年了，在这个兔年里面，我祝大家兔年行大运，我祝大家兔飞猛进，祝您心想事成，突然发财，万事如意，天地黄金，恭喜发财，青春永驻， I love you，I love you too. Choose better than one. 最后笑着回家。各位准备好了没有？叮！一、二、三！哇！哇！走过无数的路，也吃过无数苦中的苦，跌跌撞撞人生旅途，感谢坏的统统都结束。有些事曾经让你无助，因为磨练才开了窍领悟，如今赶来就是 Everybody clear! Everybody clear! Open the device cover.Have someone call emergency services now. Start by quickly removing all clothing from chest and stomach. Rip clothing if necessary. Remove white and orange. What is this? What is this? I cannot do that. Across top. Action! Wow. I really hit my hand.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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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俩不小心，给我出来，出来，出来，出来 ！Sorry， 我没有绑安全带。这个是。对不起，我忘记我要讲什么了。Still unconscious. Okay, my head rock.